美国是阿富汗问题的重要罩音和最大的外部因素，不能一走了之。美方也多次明确承诺要驻阿维稳防乱、和平重建，但我们看到媒体却在不断地报道美方做的不地道、没底线的事情。希望美方能够言行一致，在阿富汗问题上切实担起责任。 将对阿发展重建、人道援助等方面所做的承诺落到实处。国与国之间的交流，应当有利于促进国家之间的互信，有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。 中方对此事件表示震惊和谴责，对遇袭身亡的巴方人员表示哀悼，对有关家属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，敦促巴方尽快缉拿凶手，严惩不贷。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势力利用恐怖主义谋取地缘私利。 呼吁地区国家合作铲除所有恐怖组织，维护各国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。